充满欢乐的地城冒险桌游 Munchkin 小白世纪现在推出了手机版，我们要与数名伙伴一同出发冒险，目标是成为第一位升到十等的玩家。轮到我们的时候，二话不说就是先踢开眼前的大门，如果出现诅咒就必须承受，如果翻出怪物就要直接打一架。利用手中的卡片想办法让自己的等级加上装备要大于敌人的战力，其他玩家除了观战还能出手帮敌人加 buff， 导致你最终落败，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大意啊。好在除了搅局，我们也可以邀请其他玩家一同战斗，记得胜利后多给点宝物才能够成功拉拢队友哦。